曾经晒出时尚穿搭照为品牌宣传，只见她身穿黑色羽毛平口小可爱，下半身则是透视紧身裙，内里搭配黑色四角安全裤，手拿包和鞋子都是银钻造型，整体相当华丽。长裙透肤的设计也让她一双笔直美腿，若隐若现，十分吸睛。不过贴文一出，却有网友直酸应该配丁字裤吧，黑色四角裤有点大妈了。对此，观影高 EQ 回应：“我确实是大妈，都快50了，穿丁字裤这样好吗？”其他粉丝也为观影抱不平，不是大妈，至始至终都是女神姐姐，永远的女神，不用管酸民，明明很漂亮，你说30我都信啊。you